下一步我们是把剩余的仓呢，逐渐要分步实施这个缩仓和修仓计划，最后呢，要在力争在3月10号左右，把我们的方舱医院呢就全部都修仓了。因为现在随着疫情变化，现在我们的定点医院的床位数已经空出了近万张，所以呢，我们下一步呢，如果随着疫情的变化呢，还是先收治到定点医院去。定点医院要解决不了呢，我们再启动我们的方舱。所以我们这次做的是修仓计划。